先让媒体朋友来捕捉一下画面好吗？我们先邀请亚伦帮我们站到中间这个定位点。好 ，OK， 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那亚伦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明星商品，我们滋养润发系列的洗发机。好，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朋友，五秒钟。好，左手边的朋友，请帮我们把握时间。好，我们邀请亚伦帮我们将产品拉高一点点，谢谢。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好朋友，哇，右手边的好朋友也是热情早早的就莅临。好，最后呢，我们让大家捕捉一下这个我们没有产品的画面。好，谢谢亚伦。好，我们再给中间一个眼神。好，中间哪边还需要补画面，帮我们举手。OK， 好，谢谢。喂，我们补一下呢，单拍亚伦的画面好吗？我们邀请亚伦看一下中间的镜头，谢谢。好，中间的媒体朋友，请把握五秒钟的时间。好，中间，五、四、三、二、一，我们看一下左手边。好，中间的媒体朋友，再稍待一下下啊，我们先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好，左手边也是五秒钟。哇，放电的眼神，对我们的镜头来放电。亚伦今天全新专辑的造型非常的帅气啊。好，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好，右手边的朋友，请把握时间，也是五秒钟。灿烂的微笑，哇，这个全新的造型真的太帅了。好，我们再看回中间。那稍后呢，你还没有捕捉到画面的媒体朋友，请举手让小司这边知道哦。好，还有没有朋友要捕捉画面的？好，中间这边。哪边的媒体朋友还没有捕捉完成的，请帮我们举个手。好，来，然后中间后方，最后三秒钟，请把握时间。今天很炎热，大家也都是辛苦了。好，三秒钟，三、二、一，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我们邀请亚伦。好，那今天很多的粉丝来到现场，左边跟右边他们都很早莅临，是不是邀请亚伦先正式的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来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各位媒体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亚伦。哇，亚伦好，掌声在哪里呀、啊？掌声，还有吗？手机会掉。是，大家要保护好手机。那今天亚伦是这个新专辑的全新造型来到我们旅的一日店长现场。当然呢，今天哦，因为是全新的发型，包含发色，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聊聊平常头发保养，还有头皮保养的部分？对，头皮保养这一块很容易被这个台湾的男生忽略掉。对，但事实上，我们台湾的气候是非常需要注重这一块的，因为是其实我们的头皮就是我们脸皮的延伸，大家都很注重脸的清洁，但是却忘了头皮的清洁也很重要。对，因为平常我们会重视脸啊或身体，但是头皮这一块很多人真的忽略掉。等到大家就是开始就是上了年纪，开始掉头发对，头发开始稀疏或头发开始扁塌，就来不及。那当然，我们知道呢，有人身为艺人哈，常常要出席活动，变换造型是家常便饭，甚至要这个上山下海，有时候这个户外的活动。对，那有没有担心说，哎，这样子一个常常变换造型会比较伤头皮？非常伤皮，比方说吹啦，是，然后还有像我这个发色。因为每两个礼拜就要去染一次，两个礼拜就要染一次，对，哇，所以其实对头皮的负担是相对比较大的，是，所以我在注重清洁这一块以及它控油的这一块，我做得非常的勤劳，然后也很注意季节变换的时候，比方说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快要冬天、秋天，对对对，这个夏天的尾巴的时候，哎，有些人的头皮就开始比较敏感。然后甚至有一些人的头皮屑也会开始出来，换季的关系。对，换季的关系，你会发现换季的时候，有一些人的头发也会容易掉。对，这些都我之前都有去跟那个皮肤科的医生，就是有做过咨询。哇塞，你果然是头皮专家耶，很重视。很重视，因为一旦就是没了这个，就当成偶像了。是，那我也知道，其实亚伦自己在家里居家的这个头皮保养这一块，你很重视。那新专辑的部分，其实我有 follow 到这个里面有个亲爱的怪物，他讲的就是坚持。那头皮保养这一块，你也是很坚持。要坚持。定期做。定期做保养。是。定期做。这个清洁、洗发、护发，这个滋养头发，滋养头皮也很重要。是，亚伦讲到了这几个步骤，其实我知道你用的就是我们铝的这个头皮的清洁液，然后洗发精。
护发刷跟我们的头皮的精华液，哎，你都有用，而且定时用，对不对？不只是要定时，你要视每天的状况来使用，这样子。是视自己，比如说当下是不是常做造型，或者是天气气候。所以我很期待今天其实有一个测验的小项目，有可以帮助到现场有需要的朋友来看看自己头皮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是，那其实我们今天也安排了一个小小的粉丝互动时间啦，所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带出我们的抽奖箱，那今天被你抽到的这四位就有机会跟你近距离来互动，让你为他们示范你平常保养的四大步骤。好的，好，我们有请亚伦为我们抽出四位你现场的粉丝朋友。这箱子这么大，因为我们今天来的粉丝朋友特别多。好，我们四位一起抽出来，小四一起为亚伦唱名，记得被我唱名到马上到舞台右手边找工作人员，如果你不在啊，唱名三次就像尾牙抽奖一样视同弃权重抽，但我想应该不会有人不在。来，第一位0011在哪里？请举手。0015，哇，他大概是九点就来了。第二位0014，请举手。有，来，亚伦这边也有两位，对不对？0021，0021被亚伦亲自唱。哎，这里，我看到了 ，Hello， 恭喜。最后一位是0007，007。对，前面哇，这么开心，还跳起来，来，四位找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一下好吗？来，那在进行互动之前呢、啊，因为我自己知道亚伦，其实你反应很快，而且你钻研很多天文地理，我都有 follow。那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要来考你。好。那我考的方式不一样，我今天是有点玩快问快答，好，不太让你有太多思考的空间。好。好，来，我们请题目移到中间来，那小四也换个位置哦。好，等一下呢，我会请亚伦帮我转转盘，转到哪一个区域，我会针对那个区域的问题呢，帮你做快问快答，可能是三题，可能是四题 ，anyway 我不确定。好，但要很快。有请亚伦往我这个方向转啊！对对对，好了，三二一，请你转，看亚伦转到的是哪一个领域的问题？亚伦心仪的对象，请问一下亚伦，看女生的第一个注意的地方是？有头发。哦，什么类型的女生最能打动你？长发飘逸。长发飘逸，喜欢直发还是卷发？最好是这个头发在走过去的时候还可以闻到一点点香味。哦，闻到香味。对对对。哇塞，这个厉害哦！喜欢直发还是卷发？都行。都行，那喜欢。只要适合她的头发。长发还是直发？中长到长发。中长到长发，各位都是。对。都有被非常大，有没有？对。好，来，这个我们邀请亚伦再帮我们卷。好，我可以往我这边吗？可以，小力一点。小力一点，不会。刚才是心仪的对象嘛，那现在要问到的是严亚伦的保养 tip， 马上来出题，请问一下亚伦，平常是如何保养你的头发跟头皮呢？头发呢，第一个清洁一定要做干净，是，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上面。再来就是护发这一块了，清洁头皮跟护发。好，第二个问题，那你最不想遇到的头皮问题是？出油，哎，对，因为现在的天气很可怕。好嘞，也是大家很害怕遇到的问题。接下来继续帮我们来转另外一个领域好吗？炎亚纶的什么领域呢？好，心仪的对象有问过，那当然就是小心愿。最喜欢自己身上哪一个部位啊？小心愿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喜欢自己的部位，所以通常都是我们希望变得更好或更棒的地方。哦，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很喜欢我的头发。哇，我们也喜欢你的头发。那请问最想把这个好的头发产品推荐给谁？给现场以及正在看直播或是没有看直播知道我的人。对对对，所有的每一位都需要朋友。那会推荐什么洗发剂给大家呢？最近接触到一个很好的牌子，是铝，就是铝，我们手上这个。好，那好像有一个领域我们刚才都没有转到的小秘密、这个、哎呦，炎亚纶的小秘密哦，根本就是媒体都要问嘛。是，我们就是要考你知道吗？最喜欢的颜色是？最喜欢颜色是，身上的这个西装的颜色。哦，这个西装的有点像裸粉色。那最想尝试什么样的造型呢？最想尝试什么样？我正在尝试，就是新专辑的造型。新专辑的这个颜色也很不同，然后每两周还要补染一次。
所以真的是，哎，你保养头皮保养做到家才有办法这样，对不对？对，必须要这样子，因为像染完头发有两三天是不能洗头的。哇，到底两周还要补染一次，超痛苦。对，所以头皮的保养真的是要做很足，才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常常换。对，然后颜色常常补，对不对？没错。恭喜亚伦通过我们的快问快答考验，来掌声鼓励一下给亚伦好吗？发现你流汗流得蛮夸张的，因为这个天气也是蛮热的哈，哎，所以头皮也会流汗。会流汗，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让它保持畅通。是，没有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期待的粉丝互动环节就要到场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具呢先转一个方向。哦，转一个方向还有别的东西是吗？有呢，我们有好多东西可以跟亚伦来互动。那等一下呢，其实我们这个是给我们粉丝做的。好，那小四也来帮亚伦准备一下道具，因为等一下的粉丝互动时间啊，其实我们除了产品之外，我们还会 cue 粉丝上来，让他们有机会跟你这么近距离互动一下，可以吗？可以。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们有介绍到说亚伦平常用的头皮养护的产品。对。好，先请粉丝上来之前，我要考你一下，请问一下，铝的滋养润发系列有几样？四样。四样是？是不是都？刚有说清洁嘛。真的知道。洗发嘛，护发。哇。然后还有精华。精华液好强哦，果然是头皮专家。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聊一下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头皮的深层清洁液。好，这个呢，因为刚才有人前面有提到说，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脸的去角质或者是身体的，但头皮的真的很多人忽略。嗯，头皮这个，而且它很贴心。哦，它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头就直接让你可以深入到头皮了，好方便哦。所以我们拿起来其实在家里，因为你只要洗头发跟洗头皮是两回事，两回事。你把你的这个发胶洗掉，但是你的头皮上面的脏物还在，残留在头皮上。期待型的头皮，男生们。对，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尤其男生很容易忽略，对，所以头皮的清洁很重要。而且其实我们这里面有这个天然的这个薄荷油，所以呢，其实我们一边去角质一边按摩，还会凉凉的，舒缓你的紧张的头皮，对，帮大家来放松一下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骤，带给大家深层的清洁液。那马上就先邀请我们第一位粉丝来到亚伦旁边，请上座，准备好洗。